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魁北克加斯珀半岛的一个镇。这个灯塔是1905年建的，高是20米。它是坐落在圣劳伦斯河边，它的宽度大概有70公里宽。底下有一个小的沙滩。这个有一个望远镜，可以看一下远方，一个是小孩的，一个是为大人设的。这里有好多野餐的桌子。马塔内镇的景色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集再见。